易烊千玺人气有多高？三周榜单位列第一，看到他穿红色西装，爱了。易烊千玺人气有多高？三大榜单位列第一，看到他穿红色西装，爱了。易烊千玺可以说是现在最火的男演员之一了，在娱乐圈的口碑也都不错。虽然易烊千玺的新剧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在这个暑假并没有爆火，但是千玺的口碑确实实打实的，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综艺节目，在豆瓣上的评分都不错，几乎都是在8分和9分左右。在人气上，千玺完全没有什么顾虑。现在对于千玺来说，最为重要的是将自己的口碑树立起来，这也是为什么千玺没有去演一些容易大火的电视剧的原因。一直觉得易烊千玺的颜值非常的高，但是看到他穿红色的西装后，彻底的沦陷了。这个小孩终于长大了，也越来越有气质了，也难怪那么多这么喜欢易烊千玺。冲着这颜值，人气不高才觉得奇怪。